Hello，Andy。咁啊，嚟到呢个掌铺啦 ，VS Media 嘅网上书展，咁啊，我哋就邀请各路嘅猛人啦。咁佢哋都系喺香港独当一面，咁啊有各自嘅专长嘅领域。咁咧今日咧，我嘅呢位嘉宾咧就系即系可以话系一个连环创业者啦 ，serial entrepreneur 啦。咁佢一生人咧就系打过一份工嘅啫。咁而打工嘅时间咧，以我记得咧，我以前访问过佢嘅，咁咧就系应该两个月左右嘅啫。咁創業都差唔多二十年啦，咁以嚟咧就有好多即係為人認識嘅公司啦，包括創辦過大日子啦、Hot Mop 啦。咁其實咧 ，Andy 嗰個創業嗰個核心個領域咧就係 digital marketing 嘅。咁喺香港嚟講，我哋嗰一輩咧，其實可能冇咩人未睇過 Andy 嘅公司去管理嘅一啲廣告噶啦，包括就係曾經做過蘭桂坊嘅户外廣告、電視廣告啦，跟住啊卡拉 OK， 即係香港所有連鎖式嘅卡拉 OK 嘅廣告啦。到後嚟咧就麥當勞，如果大家有印象咧，麥當勞曾經係有啲電視嘅，咁呢個電視上高咧嗰啲廣告咧又係 Andy 去代理啦咁樣，咁所以咧通通以上嘅呢啲平台咧都有佢嘅創業嘅足跡嘅，咁啊歡迎你 Andy， 多謝你 ，Nicky， 係啊，咁嗱我知道你公司就創辦咗非常之多間嘅啦，即係咁耐以嚟，咁但係寫書嚟講好似係反而係新嘗試喎，係咪？其實點解會有呢個嘅初衷嘅？第一次写书啊，真系，因为我一路都想写嘅，不过写唔出啊，咁啊，所以三年前就开始喺度谂啊，其实好冇写书讲创业啦，因为其实我屋企人唔知点解好中意写书嘅，我妈咧就中意写翻啲中国文学啊，咩三字经啊，咁佢自己又翻译咗做英文咁啊，俾啲孙睇，我阿爸又写一本日文嘅字典，咁我家姐後屘又出咗本書，咁其實係因為舊年咧，我老婆咧又出咗本書，咁我話連你都出埋書啊，咁我真係要考慮一下啦，咁樣，咁但係我冇乜嘢專長，係啦，咁但係創業係我一個專長嚟嘅，其實，咁我又不如我寫本書創業啦，咁樣咯，係啊，咁就 OK， 我都係咁樣嘅，咁亦都希望有兩樣嘢嘅，希望可以推動香港人多啲創業啦，同埋希望咧有啲人成日你知道香港咧好埋怨打工噶嘛，係咪？咁我又覺得係啊，我哋可以鼓勵一下打工好憎自己老闆嗰啲人咧，不如行出嚟創業咁樣。咁嗰個原因就係咁咯。原因就係咁。嗱，我知道你本書入邊就主要係分享嗰個創業嘅經驗啦。咁分享呢啲經驗嚟講咧，就包括成功嘅經驗同埋失敗嘅經驗喎。咁由於我哋呢個係一個網上嘅書會啦，可唔可以揀書入邊其中一啲你覺得啊最難忘嘅成功嘅經驗，同埋咧分別咧揀一啲係可能失敗嘅經驗同大家去 preview 一下本書咧？好啊，好啊。嗱，咁我本書其實主要分享好多好鼓励性嘅故仔啦，咁包括喺我创业嘅历程入面嘅失败嘅故仔嘅，因为事实上创业嘅路程入面，你知道大部分出书咧都系讲啲人有几成功噶嘛，咁但系其实喺香港创业真系好艰难嘅，你知道呢度地方又贵，系咯，乜嘢都贵，系咪？冇错，租金又贵啊，租金又贵，咁融资又难，系咪？咁即系我哋做创业，大家都知噶啦。咁所以我就想喺透过本书咧，去讲一啲，即系我哋遇到一个咁嘅环境下，其实点样去将自己能够做到最好嘅一面咧，去显露出嚟，亦透过失败嘅一啲故事咧，去鼓励大家咯。咁其中有即系。如果我話俾你聽，我創業冇失敗過，咁梗係呃你嘅，係咯，即係其實失敗過好多次，係咯。不過好多時候亦都冇人會留意啦，或者冇人會講啦，係咪？因為通常你知道有陣時做啲媒體訪問都係講話創業成嘢先講嘅，失敗有邊有人想聽咧？咁就係因為呢樣嘢咧，都令到我其實寫嘅時候咧。都唔係好想寫落去嘅，因為嗰種動力咧，又唔係馬雲，又唔係馬化騰，有乜好睇啊？咁所以係冇乜動力去出本書你明唔明啊？唔係，反而嗰啲未必好睇，我覺得。係咁，我自己你平時睇嗰啲好精彩，咁後屘咧，其實我就有故仔嘅，咁呢度都想同你分享一下，就係你都知道我創辦咗大日子啦，
公司是2006年我结婚之后创办的。那我那时就觉得、啊，即是结婚市场真的大了。同埋男人的一生咁短时间要使咁多钱，这个市场是不是很大？但是做做下呢就发觉其实呢这个市场很蠢的、哦，就是你每一种生意你要有它继续的营运模式，其实应该你有翻客的嘛。但是正正就是结婚这个市场就没有翻客，除非你很黑心咁样想佢离婚再结婚嘅啫。咁所以做落去呢越做越辛苦。越大咧就越辛苦，咁后屘就经历咗好多事情啦，包括我哋融资嘅时候，去到同一啲投资者啊、合作伙伴啊，咁就去到做咗十年啦，差唔多到2014-2015年嘅时候咧，咁突然间成个市场咧转向另外一个年纪啊，因为已经系二十几岁嗰班啊嘛，即系我哋结婚嘅时候系。我廿几做到三十几，咁跟住咧，原来系一个 generation， 即系一个新嘅时代，所以佢哋结婚嗰、那个理念同埋做嘅动作或者家庭嘅配合咧，全部都唔同啊！即系结婚都有个 paradigm shift 喎，系咪？即系个习惯模式完全唔同咗咁样。嗱，我举例啦，譬如一家三兄弟咁样啦，咁大家即系结婚嘅时候，系咪？梗系大排筵席，请晒啲宾客嚟噶啦。但是去到第二个、第三个的时候呢，可能你已经缩了，因为、哦、即你不会再想请那么多人的了嘛，是不是？你已经、嗯、哇收炸弹给人第三次都不好意思了。所以有很多模式，就是人转向呢去旅行结婚啦，摆晒啲啦，不要装饰那么多啦，是不是？简化它 ,simplify 的 living。其实个市场萎缩得很快。咁我哋亦都係咁樣嘅大時代趨勢啦。咁我哋亦都係亦都除咗 .com， 我哋有雜誌啦。咁跟住雜誌，你都知道2014-2015年就開始話全部都係 digital。咁雜誌又開始唔得咯，又冇人買雜誌。有印象，係啊，喺便利店見過你哋嘅雜誌啦。係咯，咁跟住咁啊，好無奈地，我哋嗰2015年嘅時候咧，係同即係投資者亦都即係有一個好大嘅 debate。咁我就停咗間公司嘅，係咯，咁我哋、okay. 即係俾 investor 去即係停曬所有嘢啦。我哋北京、okay. 上海、香港、廣州啲 office 都停曬。咁所以咧就覺得好失敗啦，係咪？因為覺得結業啦，啊，亦都同投資者好難溝通。咁但係咧，點解又令我寫翻本書咧？咁本書未有寫嘅，咁其實呢度透露少少啦，去到。我40岁生日嘅时候咧，旧年啦，咁我突然间我班同事咧，旧同事，就出嚟，就约咗我上天台喺湾仔，就话不如庆祝你40岁生日啦。咁就问啊，你想要啲乜嘢啊？咁我冇嘢想要，我好开心咁样。咁佢哋就知道咧，其实即系我即系心心不忿嘅。你知道创业家冇咗个自己个仔啊，系嘛？成间公司俾翻俾人，俾咗我哋，俾咗我哋个投资者啦。咁佢哋就好就送份礼物俾我，其实系我杂志封面，但系就摆咗我老婆同我女上去嘅咁样，咁啊送俾我，啊好开心。系啊。咁跟住咧，佢哋就好 sweet 啦。咁话，诶，老细你仲想要啲乜嘢？咁佢話佢開咗本 laptop 出嚟，咁就寫住大日子嘅 spec。咁我又唔知道 email 唔知寫乜。咁咧佢哋就叫我控埋啲。咁我控埋啲睇咧，就睇到個 domain name 大日子 .com。Wow！ 哇！佢話老細，我哋買翻俾你啦，咁樣。哇！咁跟住我話：，你點買啊？咁樣。咁佢話：，我哋同個 domain 公司，因為嗰個投資者冇註冊翻，咁所以咧，我哋就話我哋要結婚。攞個好意頭，咁就唔好平咁樣買翻翻嚟。咁跟住咧，即係連講價都唔使講，講價都冇。咁跟住咧就再問話啊，你仲想要啲咩？跟住我話誒，冇嘢想要啦。咁佢就對一份文件俾我，咁上邊咧就寫住 CR 係咪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咁我佢話誒假嘅呢份嘢咁樣，佢話你睇下後邊，咁我一掹出嚟係個 BR 咯，個商業註冊。个 business registration 就写住大日子 limited， 咁嗰一刻咧，我系直头喊咗出嚟嘅，即系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落咁我就揽住佢哋喊，揽住我老婆喊，
咁跟住就係嗰一個嗰一刻咧，我就發覺啊，原來我所即係最差嘅所有嘢喺嗰一刻咧，就變成咗一個動力喎。即係我話哇，我其他啲同事話喂。你做了什咩對他哋啊？如果他知道你好中意間公司，就賣俾你啦，使乜送翻俾你啊？咁我就話啊 ，Steve Jobs 咧就自己買翻蘋果，啊入翻蘋果。我話咧，誒、哎、我有翻好同事咧送翻間公司俾我。咁就係因為咁樣咧，我就去可以完成到我本書咯。係啊，嗯嗯嗯，我呢個真係佢一個好 amazing 嘅一個 experience 咯。係咯，咁仲要呢班同事係我嗰陣時我炒佢哋喎，係咯，咁。哦咁所以因為要結業啦嘛，咁係啊，咁係其中一個嘅失敗而變成一個，我都唔知係咪叫成功啦，定係叫做一個動力啦。但係我好感激呢一班同事，即係俾到我一個咁嘅一個轉捩點嘅希望咯。轉捩點咯，同埋係一個即係因為嗱，其實 startup 結業啊，又或者倒閉，其實都好 common 啦。咁我有好多其他創辦人嗰啲 founders 嘅朋友。都有類似的情況，但是我從來未聽過有些員工即是公司執了粒跟住可能或者倒閉了他仲會咁上心，仲會即可能有些同個 founder 已經不啱啦，又都唔出奇啦，都好好多咁嘅情況啦，因為都可能係有少少不愉快地分開啦嚇。咁呢個真係好難得喎，呢件事真係咁佢哋而家呢班同事仲有冇繼續幫你做嘢㗎？冇噶啦，好多有啲去咗澳洲，有啲喺上海，有一兩個仲幫緊我手嘅，係咯。咁佢哋成班夾埋咁，有啲係會計，我啲financial controller， 我啲 CTO 走曬㗎啦，其實咁。但係我就好感恩，好感激佢哋令到我即係心入邊嗰個包袱啊，即係成日覺得，唉，好失敗啊！即係就轉化為一種力量，覺得咦，其實我都可以繼續向前行嘅喎，咁樣咯，一定係即係你哋一起去 work 嘅時候，佢哋一定係工作得係十分之開心啦，同埋亦都係一個團隊精神非常之強啦。咁但係經歷過一個咁樣嘅經驗之後咧 ，Andy， 你會唔會？尤其是我知道你創業嗰個嘅軌跡咧，你一路嘅公司好多都係 B to B 啦，咁啊好多都有即係獲利嘅能力啦。咁其實唔係好超級需要靠即係投資者嘅錢嘅。咁但係可能當初大子亦都係發展得好快啦，即係你中國區亦都係有好多嘅生意啦。咁會唔會經歷過呢次經驗之後，你而家新嘅 business 會？少咗或者怕咗同投資者打交道啊？都冇嘅，即系都，我覺得作為我哋做科創公司，其實係需要投資者嘅支持嘅，係需要佢哋嘅投入啦。咁反而我調翻轉就係話，我哋應承咗喺投資市場嘅。一個 valuation 究竟點樣可以真係個團隊同埋個 business model 可以達到嗰個目標咧？喺短時間內或者應承咗時間裏邊，咁反而嗰個係令到我學識咗，就係喺管理方面咯。即係你知道我哋創業其實有好多盲點噶嘛，即係譬如我淨係叻去做 digital marketing 或者我叻去做 business development， 但係我未必叻 finance， 未必叻去做 coding。咁所以要管理嗰個團隊咧，即係你有咁多人喺度咧，咁以前就會即係以前創業咧，就覺得係成功係自己啊嘛，係咪？即係我令到呢間公司成功，但係就後屘就發覺，其實而家要成功咧，係要個 team 去成功，即係成個團隊要去成功。咁而成個團隊要去成功咧，嗰個 vision 其實要拉得好緊嘅，即係大家都要有同一個理念，係咪？同一個目標。先至可以去揸緊成個成隻船咁樣去行咯，係咯。咁呢個係唔同個階段創業其實有唔同個感受。明白。其實又 by the way， 你亦都即係同投資，即係嗰一個例子，其實即係個別嘅例子啫。因為我印象中你都有成功嘅 exit 啦，咁啊有啲項目亦都係係咯，即係可以即係有啲 acquisitions 啊咁樣啦。咁所以即係你經驗係好豐富嘅呢方面。咁另外又想再請教下你啦。其實即係
因為你都創辦了很多間公司嘛，其實即雖然那個 core 都是圍繞著可能跟 digital marketing 或多或少有些關係，但這麼多年以來創辦過這麼多公司，其實相比起我有很多朋友呢，其實都是 founders 啦，可能創辦了一間公司，跟住對最初的目標或者個初衷是上流啦，或者是給自己家人一個好一點的生活啦，但有陣時未必做得好的時候，他就會翻翻去打工噶啦。咁又想問下 Andy， 去到你呢個階段咧，你有成功 exit 過啦，有創辦過啲規模好大嘅公司啦。咁會唔會有陣時即係夜闌人靜，又會去諗啊，係咪一個時候慢落嚟咧，將個重心移去其他地方呢？如果唔係嘅，咁係乜嘢令到你會即係持續創業嗰個動力呢？頭嗰三年咧。創業的時候咧，即係喺我22歲到25歲之前咧，其實每一晚都係諗緊，唉，搞唔掂啊，不如翻去打工啦。咁本書入邊都有講嘅。咁但係去到有個位咧，我就突然間有一日問我自己，其實作為一個創業家，最容易做嗰樣嘢係咩咧？咁我就自己答咗自己呢條問題，我就話、其實最易做真係放棄、啊。放棄回去打翻份工未幾正，係咪？咁我就話啊，其實我哋作為創業家，其實最想要嗰樣嘢係咩咧？就係去解決問題啊嘛，係咪？即係點解要創業？就係因為有問題未解決啊嘛。咁所以我哋能夠有更大嘅問題，而可以組織到一班人去解決呢個問題，無論係自己嘅問題、社會嘅問題、用戶嘅問題，或者生意上面嘅問題。咁其實我哋應該擁抱呢個 problem 啊，即係呢個 bigger problem 咧，就 bigger return。咁所以去到嗰一刻咧，我就冇再諗呢個問題啦。就好似我撐艇出海嘅時候就斬咗個 rope， 係咪？即係嗰就係我冇得再翻轉頭啦。破釜沉舟，以後唔好再諗啦，係啦。即係因為我發覺一有一個安全島喺度咧，你就好自然咧一 hit 到一啲。比較唔好嘅事情咧，就慢慢就自己拉翻自己埋岸啦，咁樣係咯。咁諗咗之後咧，就冇辦法啦，唯有向前行啦，咁樣係咯。尤其是喺呢個咁嘅啊香港呢一個咁地方，即係叫咩啊？衰啲講就叫焗住去係啦。咁你問我會唔會哇諗下幾時轉換下？咁我而家都開始即係寫本書都係一個轉換下自己心態嘅就。喂，其實我唔一定要寫開工資啊，不如我會。出本書是咩感覺嘅咧？咁樣係啦，因為你知道我哋頭先話啊，打個工係咪？咁但係我好唔中意，因為咧，我覺得打工咧係去幫助別人去成就佢嘅夢想啦。係咁，我亦都想去鼓勵多啲人創業，因為我知道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嘅夢想。咁可能係佢可以同另外一個人一齊去做個夢想又得，或者同一班人去做一個夢想又得。咁但係即係人生就活一次嘅啫。系咪？咁如果自己个梦想能够实现，咁其实系创业家嘅一种精神啦。即系当然你唔一定要创业，不过创业嗰种精神，我觉得要有喺度咯。咁 Andy， 你而家你譬如咁多年啦，已经创业，咁你又有个 exit 啦，又有过好大规模嘅公司啦。咁而家呢一刻你嗰、那个vision 又好啦，或者你个目标又好啦，其实系。仲係啲乜嘢咧？因為好多人，譬如做 startup， 佢個 vision 或者佢個目標就係、是，我要一次 exit 嘅啫咁樣。或者我要好多人識得我嘅咁樣。但係呢兩樣嘢你都已經即係 check box 嘅話，你都 check 咗噶啦嘛。咁其實你嘅夢想或者你嘅 next step 又會係啲乜嘢咧？我其實係好想即係心底入邊就係、是、其實好想。跟我一起去的團隊啦，係咪？即係我包括我啲同事啊，我啲合作夥伴咧，其實好想佢哋去令到有佢哋嘅自己嘅夢想啦，係啦。咁所以我成日就鼓勵我啲同事，比如佢哋去創業，係咪？佢哋去有佢哋嘅夢想。咁你知道做老闆有陣時都係好想啲同事成功，係咪？如果我啲同事能夠個啊有佢哋自己嘅夢想。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日唔想打工，就係因為我唔想跟住個老細。咁但係我又要叫啲同事跟住我，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就覺得呢個係唔係好即係唔係一個對立嘅，唔一定嘅。如果你處理得到，係啦，
咁如果我處理到就係話啊，原來呢個同事入嚟同我去做我嘅嘢嘅時候，我亦都可以幫翻佢去成就佢嘅夢想。咁呢樣嘢係我一路繼續都想做落去嘅，係咪？希望佢哋可以揾佢哋嘅夢想咯。係，我記得你曾經公司有一啲點樣講，有一啲做法啦，或者有一啲 program 係真係鼓勵個同事去開發一啲 product， 然之後佢去做個 co-founder， 但公司嘅 resources 去幫佢。咁其實呢、這個呢啲 initiative 都睇得出，其實你係好想公司成功嘅同時，亦都係個團隊或者甚至乎一個同事嘅成功，即係兩樣嘢就唔係淨係個著眼點喺你自己身上喎。我覺得呢個係已經去到另一個唔同嘅階段啦。係啊，即係我哋叫 entrepreneurship 啦，即係喺內部可以佢創到業，跟住出去佢自己去再做。咁我點解要咁做呢？你都聽過創業好多就係話頭嗰三年咧，19間 out of 20間會失敗噶嘛。係啊。咁我哋就想 break 呢個 ratio 啊！我哋點樣可以頭嗰三年10間都可以過到三年咧？嗱，我唔包佢會成功，但係起碼如果我包到佢過咗頭嗰三年咧，都好好啊！我都覺得係咪？係咯。咁所以呢個係即係一路都想去。將呢種精神啊，即係我哋香港仔精神啊，帶動出去呢、這個即係唔好話創唔創業啦。其實以前都冇話咩創唔創業啊，只不過係話喂出嚟做生意係咪？有冇能力係啦？做唔做到？堅唔堅持到？我諗簡單啲去講就咁啦。不過而家呢個年代你知好複雜，哇！做 startup 又要 pitch night， 又要去。好多嘢分咗心，系啦，要计 valuation， 又要一个咩超级班团队，咁我就唔系谂呢啲嘅。我觉得，你啱啱问我一个成功嘅故仔咧，我想分享一下就系 clarity。咁 clarity 咧，我系做大数据噶嘛，咁我其实成个团队都系香港仔，都系唔系咩 Ivy League school 嘅。咁我去融资嘅时候咧，个个都问点解你啲都唔系劲人嚟嘅咁样咁。但係後屘我俾人收購嘅時候咧，呢、這個老闆就走嚟話：，哇！我哋喺美國咁，我哋幾百人都做唔到你哋幾個人做嘅嘢，真係好 proud of 你哋嘅啲 engineer 同埋啲 programming。哇！我嗰一刻係開心到咧，哇！嗱、即係俾人睇低咗咁耐，係咁，但係咧，竟然有人睇翻啊！我哋都唔係咁差喎，香港啲 programmer 真係勁得嘅喎，咁樣咯。系啊，呢、這个都系香港精神啦。我哋从来都系唔系净系喺自己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岛上高去做生意，即系我哋都有外即系、就是、去出去嘅能力啊，嘅国际嘅影响力啊，诸如此类咁。系咁啊，所以系咯。嗱，最后一个问题咧，因为时间差唔多 ，Andy， 我想问一下，譬如而家即系呢一年半载啦，香港即系有好多问题啦，咁经济又唔系咁好啦，咁如果喺呢个时候嗱，你本书叫《创业不困难》啊嘛。咁如果真係有個朋友話：，我想趁呢個時候去創業，咁你會俾啲咩建議佢咧？或者揀點樣去揀題目咧？因為我覺得你揀題目又係特別叻嘅。你咁多年以嚟有好多唔同嘅 topics 都去做過，好多唔同嘅行業都涉獵過。咁你會點樣俾個建議佢咧？我會去好多好多建議啊。其實啊，本書入邊都有一個 list 出嚟嘅，就係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問自己點解佢想去創業啦。系咪？究竟系为咗钱啦、啊，为咗梦想啦、啊，为咗自己嘅 passion 啦、啊，为咗有一个问题啦、啊，为咗解决一啲事情啦、啊，去创业定系为咗咩先？我觉得佢解答到呢个问题之后咧，我就可以帮到佢去有啲即系guide佢去一啲其他嘅方向啦。因为喺即系创业嘅期间咧，其实你会好快知道，即系我可能有少少经验啦，我就会知道其实嗰个生意模式其实究竟。捱埋到個頭嗰三年，係啦。咁同埋佢嗱，我舉個例子就係話，譬如我好有 passion 去做呢一樣嘢嘅，咁我就會 challenge 佢一個問題就係 passion 係咪等於 profit 先？係咪？OK。你有 passion， 如果你有 passion 俾到你啲客，可能你啲客有嗰種 passion， 你就有生意啫。我有 passion 畫畫，唔代表我賣到幅畫噶嘛，係咪？
咁你就可以有一系列呢啲咁嘅 Q&A 啊，问题咧，去就guide佢去一个啱嘅方向或者啱嘅思维咯。系咯，咁嗰个系我觉得逆市有逆市好嘅，系咯。嗯，逆市好，因为逆市你揾无论揾 co-founder 啦，揾同事啦，揾市场啦，其实都易倾好多嘅，因为有人会坐。系啊，业主都容易即系倾啲啦，租金都容易倾啲啦。系咯，即系可以倾到。咁但系好事咧就冇人睬你，系啦，想坐得倾耐啲都唔得，系啦。咁啲有好有唔好啦，咁亦都即系。等間下一環節可以又分享多啲，係啊，因為時間關係啦，咁我哋依個環節就差唔多啦。咁大家就如果想趁即係創業依一個逆市嘅時候去做一啲新嘅嘗試咧，就一定要記住咧，就去報 Tia 嗰度啦，買《創業不困難》呢本書。咁我哋依個環節差唔多啦，咁多謝曬 Andy 嘅接受訪問。Thank you, Mickey。好，拜拜。Thank you, 拜拜。OK， 咁嚟到呢个环节咧，咁好开心有两位同学咧，即系都想有啲创业嘅问题喎，系嘛？不如我交个时间俾你哋，睇下你有啲咩问题想问。我哋即系我系一个啱啱新毕业嘅学生啦。咁其实我都同 Andy 你所讲啊，唔想帮人打工嘅。但系咧，可能其实我最 confused 嘅就系一个点就系、是，香港实在系太多元化了。就想問一下有冇一啲可能話邊一類型依家香港可能創業係會比較推薦或者係比較即係最適合我哋第一步踏出去嘅一個類型嘅創業咧？我覺得類型嘅創業咧就我好難咁講嘅，因為我覺得咧行行出狀元嘅，其實係咪即係唔同嘅領域入邊咧都有唔同嘅先鋒者但係可能作為你哋嗰一輩咧，就當然係即係 digital 或者係。online related 嘅或者 mobile related 嘅 business 啦，因為以前冇噶嘛，即係喺我哋嗰年代出嚟嘅時候，其實嗰個經濟環境下唔係即係啱啱先有 internet， 其實 internet 上邊嘅生意其實係唔係咁成熟嘅，係咯。咁但係可能到咗你哋呢個年代咧，係基本上你所有都係手機啊、online 啊、digital 啊，咁嗰度可能係一個起步點啦，係咪？但係如果你話喺呢度有。即係呢個起步點有啲咩好處呢就係、是、因為佢亦都可以同世界接軌嘛，係啊。但如果我而家舉例，我創業開一個茶餐廳咁樣，咁得唔得咧？都其實都得嘅，係咪？不過宣傳咧，可能都係要用翻 digital， 係咪？或者送貨，而家好多就話要做埋apps 去送貨咁樣，係啦。咁所以可能貨你哋。嗰一代去創業，其實你係諗下，其實你最能夠貢獻到一個 value 係咪？俾一個市場究竟係啲乜嘢係咯？即係譬如你係好叻某一樣嘢嘅，你可唔可以貢獻到俾個 market？ 反而嗰個係緊要過喺邊一門去入邊一個範疇入邊去創業咯。或者我再問多少少啦，就係、是我亦都有陣咧就聽人哋怨過啦，就話。香港創業市場已經飽和咗啊，飽滿咗啊，咁嘅感覺啦。就或者 Andy 會唔會推薦一下，或者會唔會建議，即係新創業者會去第二啲地方創業啊？可能例如台灣依家都好新興啊，因為佢哋嗰度屋租啊或者生活都會平啲。咁你會唔會建議佢哋可能去第二啲地方創業咁樣咧？我都識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創業家啦，我去過可能四五十個城市嘅創業家，其實咧。雖然個題目叫創業不困難，係咪？但係咧，成功創業係好困難嘅。咁所以咧，無論你喺香港又好，台灣又好，去到馬來西亞、杜拜、紐約，去到三藩市，其實到到咧，我覺得都係難嘅，係咪？即係冇道義嘅。咁但係當然喺越大嘅城市入邊，係咪越貴嘅城市入邊咧？我覺得係越難啦，係咪？但越南入面呢就是因为在大城市入面呢你遇到人的机会或者碰到一个市场需求呢亦都越大喎。嗱我举个例譬如你去到一个国家在一个镇仔入面咁你想融资啦当是不是你做一个 online 网购的 business, 你想融资但是你都见不到人即是那你的机会率是不是低了很多但可能你生活上是易了很多。但可能你遇到的
人咧又少咗，係啦。咁所以有 give and take 嘅，即係永遠我覺得針就冇兩邊嚟。但係如果你喺一個咁密集嘅城市入邊，唔好理東京又好，香港、紐約、倫敦都好咧，你要創業係好難。但係咧，如果你創業，你又唔用盡呢個城市俾到你嘅密集嘅，譬如我就會選擇喺一個密集嘅城市入邊，慢慢去 event， 慢慢識得人，唔好坐喺屋企，係咪？咁我就有個目的，咁我就覺得我喺呢個城市入邊咧，我就會有個生意嘅網絡咧，就會做咗出嚟。但如果我去咗，舉例高雄咁樣，咁可能佢晚晚六點就食完飯就收檔㗎啦。咁我咪選擇屋企，可能上下網同人 chat 下，係咪？用嗰度嘅能力咯。咁冇話好定唔好嘅，即係起碼你喺每一個地方入邊咧，睇下你會唔會做到你需要嘅嘢。譬如參加多啲商會啊，或者去多啲pitch night， 去多啲weekend 學多啲嘢。啊，上多啲唔同嘅 courses， 咁當然而家上網都有得做啦。啲人話係咯，咁會唔會選擇另外一個地方咧？咁我覺得 OK 嘅，係啦，因為喺後生嘅世界做 business， 其實可能話你冇咗國界噶啦嘛，係。但係當譬如我咁啦，我有家庭喺度咧，我都始終個同埋我哋嗰年紀已經唔係好似你哋咁犀利咧，可以哇，即係好 global 噶嘛，你哋譬如。你哋打機都好 network 噶嘛？我哋細個打機冇 network game 嘅，即係全部都係你自己揸住嗰部打嘅啫，練到人係啦，你 face to face 坐喺隔離打嘅最多係咯。咁呢個係我係咯，我覺得你哋有唔同嘅地方，你就去用盡嗰個地方嘅好處嚟去攞咯。多謝。Andy， 我想問一下有冇啲意見可以俾年青人創業，關於一啲籌集資金。嗯，好啊。嗱，籌集資金咧，亦都係有啲人話：，哇，其實籌集資金好難嘅。咁我成日都分享呢個故仔，就係我個 mentee 同我講話：，哎呀，我 raise fund raise 唔到啊。咁我話點解 raise 唔到啊？佢話因為咧，我俾人個次次見親佢咧都 reject 我，有即係唔覺得我個 idea 唔好啦，唔中意我 idea 啦，覺得。即係好多 turn down rejection， 咁我話你揾咗幾多個啊？佢話揾咗六個，咁我話六個你揾咗六個都turn down 你，佢話係啊，咁跟住我話咁我話你知唔知我籌集資金嘅時候揾咗幾多人啊？咁佢話唔知，咁我話我揾咗六十個，先至得一個。嗱，咁你要去諗啦，就係、是、如果我第一個係出現喺六十，第二個投資者係出現喺七十五。第三個投資者係出現喺九十，係咪？第四個投資者係出現109，咁我 ratio 109，我先有四個喎。咁即係話可能大部分嘅人咧喺頭嗰六十咧都係零嘅喎，可能係咪？咁佢咪永遠都零咯？即係咁嗰個就係嗰個機會率啊，即係我哋叫 probability。咁有陣時咧就係點解我哋創業去融資嘅時候去籌集資金咧咁緊要去？唔好放棄，就係、是、一路俾人 reject 嘅時候，一路學習，一路俾人話呢樣唔好咧，就問翻佢一啲醒目啲嘅問題，我哋叫 smart question。因為你問到個 smart question 咧，你會有個 smart answer。譬如話，我冇興趣你呢個項目，我覺得好好渣你個 idea。咁你咪要問翻點解你覺得我呢個項目渣？係咪？你覺得我個團隊渣？我技術渣定咩？咁佢 feedback 你翻嚟嘅時候，咁你要問翻佢。如果我可以改變到我團隊，如果我可以改變到我嘅技術，你會唔會有興趣投資啊？咁佢通常佢都會答你噶嘛，即係如果佢個答案係話你改變咗你個團隊同改變咗技術，我都唔會投你噶。咁嗱，咁你咪唔會翻去揾佢咯。但係如果佢話你改變咗呢兩樣嘢，你翻嚟啦，咁你咪可以再翻去咯。咁所以喺融資嘅過程，其實你要一路喺度去學習啊，其實。咁我有陣時話啊，唔好你三十次定係六十次，其實你一路喺度學緊點樣令到佢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令到你自己嘅學習啊，或者問人嘅問題啊，你會學懂投資者嘅心態其實喺度諗緊啲咩咧？啊，原來投資者有啲咧就係專係投一種technology 嘅喎，有啲係 biotech， 有啲係 fintech， 有啲係 data， 有啲係 AI 嘅喎。咁我唔好揾錯人啦，佢明明投緊 AI 嘅，我又走去揾佢投 biotech 咁樣，係啦，咁呢度又學識咗咯，係啦，因為我開頭咧點解揾六十間咧，就係因為
真係唔識啊嘛，都唔知咩叫 angel investor、seed round investor、pre-A 定係 A round investor， 唔識完全亂咁撞。我哋撞咗去啲 hedge fund 度去 raise 一個 seed round， 又嘥咗時間。嗱咁慢慢就學懂咗啦，就係、是、話啊，我冇理由走去投行度投一個 startup 嘅喎，咁樣係啦。咁呢個咪一個好，我覺得係好豐富嘅學習經驗。咁所以作為創業家唔好放棄。即係就算俾人 reject 唔得，咁你咪繼續學習啊！咁 business model 唔得喎，你呢個 business 揾唔到錢喎，點樣去 learn？ 我想問多樣就係、是、你覺得學歷對於創業嚟講係咪一個重要嘅部分咧？如果我話唔係咧，就好似好不負責任咁樣，係咪？咁就係咧，我覺得咧學習咧，即係話學歷啊，學歷或者學習咧，其實我覺得講學習先。我覺得學習是一個終身的學習嚟嘅，即係唔係話大學畢業或者中學畢業咧就完咗就唔使學習。咁所以我覺得 learning 咧係 ongoing lifetime 一個 journey 去 learning。咁學歷點解對有陣時啲老闆或者創業家佢會覺得唔係咁重要呢？係因為佢會覺得我唔識，我咪請個識嘅人咯，係咪？即係佢有咁嘅思維嘅，通常都即係譬如我唔識會計，我冇會計個學歷。但是我公司一定要有會計的嘛，是不是？那我要請個會計回來咯，或者我 outsource 個會計回來咯。那所以那個學歷那樣東西，我覺得是因為通過一個學歷這個過程而令到你的思維正確。如果你的思維正確或者你的視野在那裡是對的呢，那你走下去的路可能就會撞板的機會也都少了，是不是？那但是 on the other side，那個問題就是話，其實在學校教你去創業會不會成功呢？那這個就可圈可點了，因為其實你要學習成功，你應該是學習有創過業的人，就不是在書本上面教到你 的一種經歷，是不是？那這個是所以我答你的問題，就我覺得in conclusion 就是話，學歷緊唔緊要？我啲同事如果要幫我做啲專業嘅嘢，好緊要。我自己個學歷緊唔緊要咧 ？So far 咧，從來因為我自己做生意咧，從來冇人問過我攞我張 cert 嚟睇噶嘛，係啦，即係我冇 CV 寄過翻去。但係如果你嘅旅程入邊係你諗住半途而廢要翻轉頭揾工嘅咧，咁可能你個學歷個 certificate 好緊要咯，個安全度係個安全度係啊。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如果半途而廢啦，咁你有冇諗過會翻去做嘢？即係你放棄，即係你失敗嘅時間。係啊，我本書入邊咧都有講，我即係放棄咗幾次啦，即係曾經幾次啦。咁其實係嗰個叫幫自己鋪後路啊，即係個安全島就係、是、喺最喺創業入邊咧，其實係你會不斷諗呢個安全島噶，因為人個腦咧係有一個。自動去要有一個安全感，係咪？因為我哋都係動物嚟噶嘛，我哋要食嘢，要有安全感，要有錢，要生活。咁所以咧，你個腦係唔可以唔諗呢個 security 呢樣嘢噶，係咪？你要好 certain 嘅，成日都。咁所以你個腦會不斷話：哎呀，唔得，你揾翻份工咯，唔得，就揾翻份工咯。咁就變咗一個慣性咧。你其實你嘅潛意識就會諗，你冇諗過你成功喎，你淨係諗你唔得喎，你明唔明？咁你可唔可以一日入面唔係諗二十次失敗咗點，而諗你二十次成功咗點呢？咁我覺得呢個反而係你可以，即係你知你個腦咧會不斷一日可能二三百次諗啊，哎呀，如果失敗咗點咧，真係好擔心喎。但係如果你可以將你嘅思維調翻轉，就話：哇，真係好啦！如果成功咗咧，我就唔使去打工啦。啊，如果成功咗咧，我就可以啊請人翻嚟啦，就唔使啊揾我老細，或者我可以請翻我老細翻嚟做嘢先。但你好少咁諗噶嘛，係咪先？你好似話啊，我以前個老細，我請佢過嚟幫我做嘢啊。你可以咁樣諗，你試下，即係呢個係練習嚟嘅，有少少好似舉重咧 muscle 咁樣，你要 train 你個腦嗰個 muscle 啊，就令到自己唔好跌翻落嗰個窿窿度啊。咁我就要成日就自己同自己講啦，啊，即係諗好嗰邊，諗多二十樣嘢咁樣就唔好嘅都照諗咁樣，但係唔好俾佢個比率咁多咯，係咪？
即係可能一個就對二集咁樣。但係如果我調翻轉，哇，全部都係 negative 嘅嘢，翻去打工啊，跟住又要埋怨老細啊，跟住又要又要儲錢啊，你呢、這個咁倒不如邊諗多啲好好嘅一方面。係啦，咁所以如果咧等間完咗咧，我又送兩本書俾你哋，等你哋咧可以去翻去睇下啦。咁亦都希望借住今次咧，可以如果大家去睇創業不困難啦，咁我哋都有個你買一本咧，我哋捐一本，咁啊希望可以支持香港嘅創業啦，亦都希望一班學生好似你哋咁有心去創業嘅遇到好多困難咧。其實去感恩，就是因為有呢困難，所以咧令到你成長，令到你將來嘅成功。不過如果去到最後，你問我成功代表咩嘢咧？我覺得每一個人咧應該係自己去 define 自己嘅成功，即係唔好睇住人哋嘅成功去 define 自己，自己去諗翻啊，究竟成功係代表咩嘢咧？有好多人話啊，揾到錢就係成功。有啲人話：哦，我做咗隻獨角獸出嚟，好成功。有啲人話：哦，我成功有幾百人公司、幾千人公司就係成功。咁但係每一個人成功嘅定義都好唔同。咁你哋咁後生又有心機出嚟創業，我覺得你哋好需要好清楚就話：啊，我成功嘅定義代表咩咧？同埋可能每一個階段咧，你哋感受嘅成功感都會唔同，都會轉變嘅，係咯。咁我都經歷咗幾個唔同嘅階段嘅成功感，咁我希望你哋喺你哋嘅旅程入面咧，感受到你嘅成功感之餘咧，亦都可以當你失敗與成功都好啦，你都可以第時咧去鼓勵更多嘅人咧去，因為譬如我失敗咗嘅經歷咧，其實我而家教到你啦，我都好開心，就希望你唔好犯我同樣嘅錯，咁都係一個 value add 咯。咁第時你哋就算遇到失敗嘅古仔咧，你都可以分享俾更多嘅人，系咯。咁所以多谢你哋两位。有一位叫 Ivy 嘅朋友咧，问 Andy 可唔可以你可以为香港打气，分享一下自己嘅信念吗 ？OK， 好。咁咧，有一位 Ivy 嘅朋友咧就话，可唔可以为香港打气啊？讲下我嘅信念啦。咁我嘅信念咧就系、是、虽然我哋系一个香港岛香港仔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咧，其實係個視野係好遠嘅。我亦都覺得我哋大家咧，其實經歷唔同嘅旅程入面咧，會遇到高高低低，係咯。但係越最低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哋咧係需要去繼續去學習，同埋去了解自己喺最低入面嘅時候嗰個心情係點樣可以轉化過嚟，亦都去到最高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好虛心咁樣去學習，唔好咁驕傲，係咯，即係呢個係永遠創業家咧嗰、那個心入邊嗰個 emotion 係好高低咁樣浮動嘅，係咯，就唔係打工咁樣，打工都係俾老細話一話咁，跟住就有個即係頻率喺度啦。但係我哋係大上大落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咧，即係嗰個即係好獨特嘅，即係我哋又對 international， 我哋又講廣東話。咁所以我哋嘅視野咧，我覺得係應該對 international 而唔好淨係創業，我哋淨係啊，淨係諗住呢度啦咁樣。因為有 internet， 因為有 digital， 因為有 innovation， 我哋其實係可以 spread across 我哋嘅 mind across 個地球，令到我哋呢度嘅 value 香港人嘅精神咧都可以帶出去俾其他人知咯。係咯，咁嗰個係即係一個即係鼓勵更多香港嘅人去創業咯。